姐姐，今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不在家，我害怕，咱们给妈妈打个电话吧。好的呀。妈妈，家里有奇怪的声音，我和姐姐害怕，你快点回来救救我们。乔治别怕，妈妈马上回来。乔治，奇怪的声音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听到？妈妈，刚才真的有声音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好了，在家听话，妈妈还有事先走了。再给爸爸打个电话。喂，爸爸，家里来了一个怪兽，我和姐姐好害怕啊，你快回来救我们。别怕，爸爸这就回去。乔治，佩奇，怪兽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嘿嘿，爸爸，我骗你呢，家里没有怪兽。乔治，爸爸很忙的，在加班，你怎么能撒谎呢？爸爸去工作了，你们在家听话。天哪，怪兽真的来了，快点给爸爸打电话。喂，爸爸，怪兽来了，你快点回来。乔治，别闹了，爸爸在工作呢。哈哈，你爸爸是不会回来救你了，因为你经常撒谎，你爸爸妈妈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。